电脑被他们毁掉了，有办法吗？我需要电脑、连接线，还有迫切程序，所有设备到齐，也需要20分钟左右。一定有办法的。整个程序是由电脑控制的，现在电脑已经损坏，无法控制。机械部分，对，想要开启水闸，一定有机械部分，炸掉，让机械部分不能正常运转，这样。 水闸自然也就打不开了。找到机械部分。是。找到了，一共有4个闸门，我们从左侧进去就能看到第一个，之后25米，全部在里面。 陆侯、小大鹏、小胖，跟我走，一个负责一个，安装炸药炸毁水闸，开启机构。是，是。秦哥呢？到。这把苏雅带过来，万一爆破失败，水平决堤，就带着他一起走。是。倒计时，14分倒计时，对表，3、2、1，行动。是。是。 喂，老板，都准备好了吗？事情都办妥了，但是他们提前到了，我和他们交过火了。
你确定他们破不进来？能破，但是有设备的情况下，至少还需要半个小时。我只给了他们20分钟。现在已经过去了6分钟了，我自己写的病毒程序，我心里有数。知道了。其实啊，告诉你的弟兄们，现在就出发。20分钟之后，如果水还没进来，就让他们冲进去，弄死他。对，四大人说的，这就是控制一号水闸的。好的，打到遥控模式。是。走。怎么样，不完成了吗？这就是四号，四个闸口的总头全在这儿了。队长，一号安装完毕。二号安装完毕。三号已完成。撤退。对。三七秒，怎么回事？没反应。我们信号被屏蔽了，我正在破解。怎么破？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干扰装置，原理很简单，但问题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在哪。现在唯一办法就是手动引爆炸弹，还有不到8分钟，如果再不动手的话，我们和下游的村庄就全都完了。我去，有我这个队长在，什么时候轮到你？炸弹是你让我们装的，威力你清楚，手动引爆肯定是个死，你是康明吗？跟了5年了，只有我有资格去。你们知道我说到做到。陆豪，陆豪，我知道你不爱我，但是你为什么总要帮我选择我的生活？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好好的活着。卫星信号发送总部，请求总部给我们提供远程技术支援，破解掉这个屏蔽。明白。报告，电影通过卫星信号报告，请求远程技术支援破解胸骨水库的局部屏蔽。同意远程技术支援。是。
胸骨水库局部屏蔽破解，中原汇报你的情况。六号还在里面，准备手动引爆炸弹，阻止水库泄洪。还有不到2分钟。 手动引爆是要拆除无线引爆装置的，得装回去，肯定来不及，你不能进去。放开我，进去！我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惨呢？每个人在临死的时候，都想让自己能光辉一点。看来我是没这个机会了。临死了还是这个德行。我想拖着老君的。我不会。 我只想让大家记住我的名字，不是陆航，不是六号，我叫刘浩。这辈子我最对不起的人是我的父亲，还有一个就是柯南。 你没有对不起我，谁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刘洋，替我好好照顾贺南，你比我强。村长，还不到30秒了。 村长，胸口、南口有敌情。中原，到。超过100名恐怖分子已经到达谷口东侧的50公里处，预计30分钟以后到达，马上组织应对。参谋长，我有个想法。这的信号在内军恐怖分子离开之前一直被屏蔽，我们没有办法传消息出去。同样的，内军恐怖分子也没有办法传消息出去，所以他们一定不知道我们现在还活着。木马的主力现在都在谷外，那么木马内部一定守备空虚。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同意，趁虚而入，直接捣毁孟马的老巢。中原，立刻执行。联系马文上校，消灭谷口外的匪徒。是。集合。陈娜，打起精神来，你是一名跳井战士。 想不想给刘浩报仇？再说一次，想不想给刘浩报仇？想。想不想？想。
向后转。现在谷口有超过100名猛犸分子，就算我们再冲出去，也必将暴露我们的位置。唯一的出口只有身后的悬崖。铁哥子，走。记不记得我们在西郊的训练项目？出发。找个地方藏起来。小恩的目标是我们，我们走了，他们就不会在这里待很久。等他们走了，你再出来。记住陆豪的话，好好活下去。谢谢。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好好的活着。苏雅，你应该开始自己重新的生活，离开孟吧。你知道肖恩跟孟马那些元老们在哪吗？我也不知道。有人知道。整理装备，出发。中队，我们来这儿干嘛？队长，这是哪儿啊？伊森家。伊森就是猛犸那个开帮立派的人物，他会出卖猛犸吗？上次邻国行动，我听他跟肖恩还有六号的全部对话，很明显猛犸现在的状况他很不满意，他还是很希望猛犸能够做正行的。最重要的一点，他开创了猛犸，但是他并没有做什么为非作歹的坏事。猛犸也是在八面佛的手里才开始变质的，所以你想争取他？六号没了，我们对这里的状况一点都不了解，甚至肖恩住哪都不知道。除了医生，我实在想不出来还有谁能够帮我们。试试看吧。这里可能别的地方不一样。人还是可救的，尽量不要伤人。是，来吧，来，有人机，好。确认安全。
后阳去。发现目标，一个人在屋里，周围没有警卫，安全。你们在这里等着，我自己进去。不行，太危险了，我们根本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通过上次的行动，我还算了解一下。放心，心里有数，不会拿自己性命开玩笑。小哥呢？和我合作走。雪峰、正虎、蓝嬷嬷都在右翼，随时准备开枪。今天。我们的只有一次啊！明白，明白，明白。行动。既然来了，那就动手吧。我不是你要等的人。你是谁？我是中国反恐特战队队长中原。反恐特战队？哎，原来还以为今天会死在恐怖分子手里，但是我忘了，我就是恐怖分子。有我们在，这里谁都不会死。行，这么说，你是来抓我的？我没权利抓你，因为我没有查到你的犯罪记录。可就算有，那也是30年前的事儿了。按照你们国家的法律，早就过了追诉期。你了解我不少事情吗？至少不算啥。我的同事曾经跟你接触过。当时他全身配备了监看监听设备。陆豪，他人呢？他如果还在，就轮不到我来找你了。为什么好人都不偿命了？也不完全是，你让他选木马统领的时候应该就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我是想让猛犸找正途。我，那你说吧，你今天想来干什么？我想请你告诉我老五跟老七在哪里，还有现在猛犸总部的具体位置，帮我灭了猛犸。你确定知道我是谁？知道。那你还想让我帮你灭了猛犸？如果是八面佛时代或是巴摩尔时代，我只会用枪跟你说话。但现在孟马是肖恩的天下，你我都知道孟马已经不存在了。就在一个小时以前，肖恩为了对付我们，还准备让熊谷水库决堤。什么？肖恩要让熊谷水库决堤？这下游还有好几万人呢。陆豪就是因为这个牺牲的，苏亚也因为他的死而自杀。苏亚也是肖恩的手下把他带去的，应该是肖恩不方便动手，想让我们背这个黑锅。肖恩不出，这里将永无宁日。你好好想想吧，我在外面等你。怎么样？落后差不多了。
能放了老五和老七一马吗？我会把他们活着交给你们政府的。谢谢。自杀了，对他来说也许是最好的解脱。姚大鹏、麦萌萌、小峰正午，木马老五驻地，周阳、田康南跟着我，木马老七驻地，分头行动，出发。是。他妈的，欺负到我头上来！喝药。我是中国反恐宣传队，举起手来。田楠，拖车放弃。周阳，刘队长，是是。下一个问怎么回事？都他妈给我下去！只要跑出来的全部放出来，能不致命就不致命。是是。准备防毒面具。下车。移动，移动。带走。是。是。走。报告营长，已经抓获木马组织二号、三号分子。正准备移送邻国反恐部队，英超收到。已经获得木马组织指挥中心的坐标。据分析，木马一号分子肖恩现在应该就在指挥中心，申请无人机挂弹前往。同意。第一次无人攻击第三十分钟报道了。Major Marvin, I believe you finished already. I have to commend you on your battle effectiveness. Perfect. I don't see any fault with your strategy. I have someone to you. 带过来。Hey, aren't these the two? Yes, that's right. That means we've captured the enemy's commander. We don't have to continue fighting.We still need to fight, but it seems much easier. In addition, I already know the coordinates of MoMA Group. Our UVA is on the way. Got it. Good, 无人机的画面传送给另一小组的战斗终端上，让他们亲眼看着MoMA撤退一面。看好了，有画面了。罗亮，不好了！我有没有说过进来的时候要敲门啊？
现在猛犸是我的时代了，有些臭毛病改改啊。要是下次再这么没规矩，我打的就是你脑袋。说吧，什么事？刚刚收到消息，五叔和七叔的窝都被端了，他们穿着中国特警的衣服。什么？特战队跳出来了。你马上通知熊谷的弟兄们，赶紧撤出来！快！是。到达指定位置。喂，前面的，怎么样？华兄。乔恩，乔恩，喂，喂，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卫星画面，确定目标是否清楚？是。已经确定，无人机导弹直接命中目标，目标范围内未发现有任何生命迹象。熊谷外的恐怖分子正在快速返回。联系马卫上校，这次务必让他们彻底消灭孟马组织的残余势力，绝不能让这颗毒瘤继续停留在两国边境的周围。还有，让他们的地面部队尽快确认肖恩是否已经死亡。是。命令另一小组马上回国。还有，联系两国的媒体，在这件事情上把声势造足。是。刘浩在狡辩孟马的过程当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胜利。我们都以他为荣，因为他是我们的战友。我希望你也一样，你是他唯一的亲人，是他最爱的人。我希望你也能够以他为荣。我相信他不希望看到你哭。下面是周运。Just received news that Meng Ma forces are advancing. So I need to go. But you can relax, because as of today, Meng Ma region is no more. So now, there's no border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Colonel Marvin, I surely have confidence in you. We're leaving now. Well, we are all soldiers, so no need to say too much. Besides, I have other missions I need to complete. So I'll see you. Oh, besides...I hope that you can send your man to search in the bottom of Xiongu Reservoir. One of our comrades' body is still there. I understand. I'll arrange it immediately. He died of close-range explosion of a high-explosive bomb. As for his body, please. Got it. I'll urge the men to search for it. Thanks.
电影小组准备登机。是。